我也要一个限量版。你真太了解我，陈师傅。来，强盗，帮我刻上去。ABS 是什么呀？四分布加迪的字母。加一份 Aberfeldt。Aberfeldt 的执着。再加一份 South German 的个性。桀骜不驯的味道。这就是 ABS。你能不能不这么有才啊？咱能不能给调酒师留点活路？你把活都干了，他们就下场了。你尝尝。根据不同客人的心情，我们要有不一样的鸡尾酒，这就是我的商业策略。怎么样？男人的味道，简单粗暴，够直接，苦涩中带那么点儿甜蜜。这品尝丰富的味觉，就好比要看清楚男人内心世界，又好像要对着喝酒的人说：“吻我，吻我啊！”哥，你今天心情怎么这么好？是不是因为常建雄和泰哥两个人联手没查你，你心情特别爽？他不跟那个泰哥合作呢，我觉得他还是明白一点道理。要我说呀，这常建雄心里压根儿就觉得跟咱们没法斗。还有两种可能性。第一呀，他手上已经有威胁到我们的证据了，他不需要。第二，他知道泰哥手上的那些料，他没兴趣。就这两个可能性。看来是我把问题想简单了，我以为是他跟你一人情呢。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全都懂，那我现在就着手查着他，查着他的底牌。ABS， 帮我再拿个杯子。
了。